喂，茉莉啊！啊，对不起啊，这里是激进总医院的住院处，您致电的这位茉莉女士啊，刚刚啊，在医院晕倒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是莫主任家属。 是，我是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临床诊断，莫主任只是有脑震荡引发的昏厥，只是。这是什么？只是昏迷的时间比预料中要长，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我们已经安排 CT 复查过了，可以排除是颅内出血，所以我们暂且要先观察一下，如果夜里还不醒，我们再组织会诊，考虑其他脑组织损伤的可能性。 对了，提醒你一下，千万别打扰患者。